小时计划，他是捡东西吗？然后把它包起来，不知道。他看起来蛮可爱的啦。哦，好。打包？打包吗？好好好。是还是风尘？看起来有点像铜毛啊。感觉它里面很脏，可是外面很干净。里面很脏，外面很干净。摸起来应该是。冰凉。你看，有那种外太空的东西耶。外太空，我觉得蛮像钻石。是关于环保吗？他就是没有想要先說，没有想要先说什么。对 对, 對，就是对作品直观的感受的。感觉上，没事。感觉我看到的感觉是跟就是环保有关系啊，就是可能就是让大家要随手捡垃圾，然后保护一下这个地球的生命。那这个就是有很多头发啊什么的，应该就是跟大海的一些排放那种什么垃圾岛有关系。我看到的感觉，然后整体是蛮就是简单简。就是节约，我是觉得，其实，拿到这个卡的人应该是会觉得，我会想要保护一下地球。好，没有啦，应该我的直观就是跟环保有关系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谢谢。我想要宝石、水晶，还有吗？对，能量。你觉得它在表达人吗？它在。吸附一些东西，好，吸附人的一些负能量。好，那可以什么系？可以，你是什么系的？聚艺所，聚艺创所。觉得他想要表达什么？觉得比较多内心世界的东西。然后，因为我舞蹈系，所以我比较喜，就我会好奇说。他为什么要？就感觉是抽，比较像是石头，但又不太像石头。但那个石头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层次的变化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他可能在讲他自己的人生。环保吗？环保。这个感觉像塑胶装的东西。环保重生的感觉呢？环保重生的感觉，好，还有吗？其实远看我以为是钻石。OK 哦。可能混杂，可是又同时很保护自己的内心的感觉。谢谢你。感觉想要表达什么，可是又出不来的感觉。然后有感觉像忧郁的塑胶，忧郁。因为这个，我觉得因为这个颜色给我的感觉，也可以说平静的，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这个色调。很多头发粘这种塑胶袋的。我觉得。做这个作品的人非常爱干净，因为他把生活上所有的脏东西都收拾好，不像我有一些室友一样，就是东西乱丢。我觉得他这个人，而且他整个方面非常干净，代表说他是一个注重内在，然后
会规划自己。嗯，肮脏的室友，肮脏的室友。好，还有吗？有养猫的人，很前卫，前卫。嗯，然后有点，但也有点不知道在干嘛。嗯，这你觉得你不太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？对，石头，石头，就。我觉得有点像什么什么立体图之类的东西，像 Google 的地景的感觉。然后它色系用的比较少。我一直觉得一坨垃圾。东西被包住，有东西被包住。有点看不清楚。之前要知道那些才会比较有感觉。哦，但是看起来是还不错看啊，看起来还不错看一下，就是蛮美的，蛮美的。但我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不知道在讲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大家看一下，做环保吧，拾荒，拾荒，不是拾那个捡垃圾，清洁。清洁不会的，因为就包了很久的垃圾，包了很久的垃圾。不知道为什么想到那个海洋的。一些在海上面漂流的一些，就是被遗弃物丢弃的物。垃圾，塑胶袋，塑胶袋，垃圾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谢谢。头发吧，就是有一些头发，所以应该是用过的塑胶袋。用过的塑胶袋，谢谢。哎，上面的那个应该是什么？舞蹈师，音乐师，胶带，然后头发，还捞起来垃圾，然后，对，环保意识，环保意识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然后，关于资源回收，集结，集结，集结，关于。污秽、瑕疵，好像你们的什么？好像外星人的蛋。像是尘螨，或是我们身体的皮屑啊、头皮屑，或者是什么，那些会被我们排掉的东西，是想要用这些来表达一种时间感吗？看到它，我会觉得。我是觉得他想要做的是跟人有关的东西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这是可以喝的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哎，不然我们来。找一些垃圾来拍好了，找那种要比较立体的。欸，这有个，欸，这个垃圾好像还不错哟。欸，好，好像可以打光之类的，可以看起来煞有其事的样子，很浮夸的光子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来了，就是这种是一种风格。好。好像蛮 OK 的，对吧？文青式的那种，它的氛围感，我觉得没有那种可以透出来的那种。谁透？你要让它从里面透出来。它就不会透啊，它就是雾的、啊。那它有一些油是，就是这种反光感可以多一点。如果海报，如果上面就十年，然后下面就打一些页。这个什么场地资讯，就不要下面。还是你要一个四年展？十年展。计划。是最近的一个。那我们叫做小时计划。查无此人小话。
在当代的展，我觉得可以叫小时记号，就蛮好听的。好，就这样吧。什么？我们小时候好像会对那一些平凡无奇的东西产生莫大的兴趣跟热情。我们可以玩一个沙子、一个石头，就玩了一整天，甚至好久好久。可是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以后，再对那一些日常里出现的你不以为意的东西，慢慢的没有感觉了？那就是小时计划。我们的初心呢？威哥说的初心呢？在你接触剧场前的初心呢？我已经被我的主修老师当掉我的未来了。干这个会不会用吗？